爆成这样啊？莫文到底有什么秘密？红书僵局，我们在守着一个宝藏，一个大秘宝。你们不觉得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夸张吗？哎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打他们啊？我不晓得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推完过。说人家好好住在那边，人家好好住在那边，我们就一定要打扰他，然后被他杀来抱怨。对啊，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人类。人类怎么那么坏啊？对啊，这就是人类。还有纸片，你挖的是什么木材？我挖的杉木材，还有橡木材。我觉得杉木材和桦木材，桦木材和橡木材，杉木材啦，桦木材和杉木材做出来的门都看不到了，看不太清出去。我觉得看不到啊，就是没有办法穿。你说黑色的那桦直接，所以我比较喜欢橡木材做出来的。橡木材是什么东西、橡木门，有啊，我有橡木门，我现在就用橡木门盖啊。痛哦，他们好凶哦！啊，夜市药水不做不喝白不喝就喝吧。是我错觉吗？我觉得我是你的错觉。我的药水喝不下去啦！为什么喝不下去？那我喝完嘛，喝不下去啦，又连吃啦，我喝半分钟才喝完一瓶啊！我在木门大镇那边啊。木门大镇到处都是木门大镇啊！喝不下去。我真的喝不下去，我应该还没死吧？你还没死，我还没死哦。对，对，的确很多，超级多，好不好？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多。你现在走到哪里去了？我在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哪里。我回去找你，我去找你。我现在应该在你附近。我来了，我看到你了。外面多到很夸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多成这样。你的声音好恶心哦。超恶心、等一下，我们先撤退。我要给你东西。你要给我东西是不是？要先撤退。我先给你，先回到家，有箱子在那边。对。好。纸片离开游戏了。重新，我要先把两栋房子。然后一半的面包，然后其实箱子我身上还有一点呢、给你冰箱药水，给你夜市药水就这样了。给你一个金苹果。给我一颗金苹果。对。力量药水有用吗？有吧，至少打怪的时候应该有用，我觉得。哦，还有铁锭。铁锭，我用做铁剑好像比较有用哦。给你做铁剑啊，给名字。没有木材，没有木材做铁剑呢。好惨哦，把鱼拿去烧了。哦，你要木材啊，我有啊。木材要做木杆杆才可以。哎呦，风破带了好资源来。真的假的？烦死了。哦，我夜市了，下去吧。你有了，终于有了。我刚喝了半天，冲灯终于有了。I come。那的确很多。为什么我又飞回来了啦？粪 game， 你死掉了。不是，我又瞬间移动到上面去了。我先喝这一罐。这的确很多、超多的、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多成这样。很里面有什么秘宝吗？而且会尖刺，走不出去。反正你至少要有装备啊。对啊。对哦，说到装备，我就只穿一件裤子就去打怪哦。OK 啦，称打三下跟打四下的差别嘛。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太神勇了一点？是有差多少呢？来啊！喂，戴帽子。好啦，风破的爱心，我应该要善加利用一下。都有了，该有的都有了。地好亮哦，好吵哦，超吵的啊！他们就在那边啪嚓啪嚓，啪啪你个猪嘞，啪啪啪你的啪啪。我看到秋风在床上是正常的吗？不正常，不正常。等一下，超多的。好惨哦，这里这一块好多哦。死掉了！哎呦！他挡住我的视线了。哇哦！
走开啦！哦，天哪！我走上来了，天哪！这里就是很多而已啊，而且，多能干嘛？杀不死你们。会啊，一不小心就会死，一不小心就会死。我只能这么说。哦，它会燃烧哎，在。跑去哪里了？我觉得打这些好像没什么用哎，对我们去那个影响都没有什么差别。那我没有，我刚看到，其实我们正上方其实有一只，然后我不确定。对啊，我知道一路口那里嘛。对，那我们还是去那里好了。可是我找不到路去那里啊。等等，泰莎啦！怎么个泰莎法？我不知道，他就给我一个泰莎的成就，好像一口气砍七滴血就获得这个成就了。砍七滴血不是不难吗？我喝了那个力量药水之后就砍七滴。哦，你说一次砍一下七滴哦？对，一下七滴血。泰莎啦！泰莎啦！我太多了，我没有出现啊，想必是那个。英雄的优异哈！天哪，太多了！卡住了，回不去。太多了！太多了！太多啦，一点都不杀，让我能够动吧。好惨哦，目前不能动，力量药水只剩下二十秒了，我竟然不能砍人。这个是风破吗？还是我延迟了？这个是风铺吗？哪里？我的视角里面，你在我前方。的确是我，是你哦，哦，真的是你。这里是这里是空的，难怪开关很大。可是我看你一直在这里，应该是没有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在这，打了这么久都没看到。可是这边一定会有三只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可能藏在其他地方。我本来以为这边会有其他路的。可是好像没有，有时候会有缝隙啊。他就是骗我来这边跟他们玩。我应该说有个地方有缝隙啊，我们应该往缝隙走才对。对啊。哼，训咖。这里好机车哦，回血啦！哦，可以动了。可以动了，这个不是钻石钻啊，当然不是。等一下，这个是海灯笼。海灯笼要怎么做？等一下可以教大家。先回去一下。总之不是这里。我在这里会看到你们啊，我好像连你们都看不到嘞。天哪！做一些海灯笼好了。我看到你啊，纸片在站在这，纸片你还进来了？你这么累哥，你竟然还可以进来哦？我对你的毅力感到佩服了。我走另外一边。我看到你们好感动哦。Codobrain，不是这样，放错边了，对不起。走滚！好掉了。你要做海灯笼哦。海灯笼哦，放反了。让我看看。哟，这样子吗？海灵晶体，不是这样放吗？啊，算了啦。我查一下 Wiki 啊，终于看到人了。有种好无奈的感觉啊！好无奈，有什么好无奈的？有没有铁或是什么的可以让我做剑的？有啊，里面有。呀，五秒，挖一下。哦，打不开。我只是想开个箱子嘛。你打不开吗？是吧？这，海底遗迹唯一的光源。这是不是挖掉这一块？记错了吗？我怎么记得是这样？没关系，等一下再看。滚滚啊！中间是放十字的哦，我以为是那个。啊！买菜让我乖乖乖乖让我挖东西啊！不是。又放反了，这是缝隙没有错啊，可是反正就是这两个东西可以做出来了。拜托让我打开，这样子可以了啊，终于做出来了。
算了，放。做出一个。这里有四个，没有，我只能做出一个、欸。海莲晶体太少了。海莲碎片够，海莲晶体太少，只做得出一个海灯笼而已。我走另外一边看看、哦。我成功打开你的箱子了。恭喜你！你知道、欸、你我？我跟你讲，真的过了半分钟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好多铁剑哦！哼，然后你们都不见了。我去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怪了、啊。我去看，我去到处晃晃。喂，秋风，过来这里哦。哪里？你找到了吗？往下走，这边有东西可以走。这里有路可以走，是不是？可以再往下。我没有门哦，我没有，我身上没有门哦。我这边有两组门。好，把一些丢给秋风好了。好啊，好了，32个，有。纸片你怎么连铁装都不穿呢、啊？对哦，没关系啊，你们走。靠墙走。我现在就是完全就是运输物质用的、啊，活动背包，活动背包，而且还是满满的，不知道几层级。哎、欸，上面有一个海绵呢、欸。哦，我看到好多海绵哦、喔！滚，都滚！我在上面看到好多海绵。哇，狂暴怎么？你有没有看到？我看到了。看到吧？哎，这边还可以再往上。我看得到。有超多的、欸，好多海绵哦、喔！等一下，好爽、喔，好暗哦、喔！放一个海绵镜在这里，好多哦、喔，可是打不了啊，目前打不了。什么不懂是什么弄东的？我都不会被打到、欸，好奇怪哦、喔。那就是累格的好处吗？我不会打到，我真的是活动背包哎、欸，我很像东西。这里没东西，不是这里哎、欸，这里没有用，欸、上来没有用。那我们要往上去，上面没有路啊，我没看到路了。好多、喔，对啊，超多的哎、欸。为什么被攻击？没有，我那个忘记呼吸，忘记呼吸，是老人哦、喔，睡觉睡着的时候忘记呼吸就死翘翘了，呼吸终止。秋风不要走！人家这个在跟小怪玩，所以这里没有办法啊，这里没有。哼，这里没有东西。再往上好了啦。再往上。再往上，这里已经有木门阵了、欸。对啊。再往上怎么个往上法？只是小阵而已。不是，我觉得好吵而已哦、喔。对。关小一点啊。声音要关小一点。这里好像可以有一条路哎、欸，哪里啊？你假的？有一个洞吗？对，有一个洞。这是你挖的吗？谁挖的？可是这里卡住了。应该不是我们挖的吧？挖不了吧？你在哪里啊？我看到你下去了、欸。我看到这里啊，这里有一个洞。你有没有看到这里？你们上去了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上来对。我在比较高的地方。惨了！我的画面跟你的声音对不起啊！我已经惨了。我现在依靠这个东西，我已经升到已经18的。哎、欸，先回来。我现在看到秋风在一个门面前，然后我停止不动吗？有。我先走回去好了。我看到纸片了。我在思考现在到底要去哪里啊？我也要找路啊。找路，太好笑了。应该是这里比较对。我觉得我在看看那种现场的实况，只是慢动作的。好黑哦，看不到了。这里哦，这里有一个，我回到家了。我看不到东西，好暗哦。我拿一点东西吃啊。风破在我旁边是不是？我煮个鱼好了。优质鱼肉。我拿一些木门走。我再去看一下，我都没有看到，奇怪，应该是这边比较有机会上去吧。纸片，我们再来挑战一次。没有，只有你要挑战而已，没有我来。你要死了？没有啊，我还活着，可是我有点迷路。我跟着你的柴鹰走好了。你果然死了。你死了？你啊？我死了。对啊，我死了，真的假的？我看。